身邊班嘅同學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地址王國愛漂亮》。呢本書係由陳培正編輯，國語譯本社出版。全書除咗有十個有趣嘅故事之外，仲有十個有關人體嘅實用知識。好，而家就讓身邊班同學為大家介紹其中一個故事。書入邊嘅其中一個故事叫《獅子頭的金髮人》，故事係由黃文輝先生創作，請大家細心欣賞。呢個就係其首知，獅子頭一剃長頭髮就知啦。佢今日要打比賽，所以有啲緊張，瞓唔著覺仲喺度。好痕啊！好痕啊！痕死人啊！於是他拿起個電話打俾經理人，唔該你揾到理髮師嚟幫我剪頭髮啦，唔該曬。好快，理髮師就嚟到啦。請問你想剪啲咩髮型啊？你睇下我係邊個？全華獅子頭咯。咁咪係咯，梗係剪獅子嘅髮型啦，唔通剪超級髮型咩？係係係，請問你咁你想剪紅絲定無絲嘅髮型啊？絲定無絲好咧？通常嘅女仔嗰啲頭髮咧較長嘅，不如做無絲啦。你肯定？你再問多一次。係係係，請問邊組啊？剪下剪下，獅子頭就瞓著咗啦。理髮師剪完髮，見佢瞓著咗，就靜靜地走啦。黃昏嘅時候，教練嚟到啦。獅子